吴哥，三哥，哎，哎，东东，明天那个哪儿康河开个黑坑，我想去，不行，咱大伙儿去一趟，你给扛个猪，或者我给你扛猪，行，没问题，是吧？没问题，票价多少？票价100，不高，那就说好了，你说明天我接你来。行，没问题，好嘞，啊，都叫我那有点儿呗，你笨呗，越素越好。嗯，这回不加小药啊！哎呀，周海雷，我是在大边大边，法力无边，在哪里？你是第一名，这这边行不行？就这张，21号，给弄上，弄在哪里？我挂你手嘞，25。33，来，给我了，老你拿去吧，带人头的，30，你再帮我抽一个，帮你抽一个，好嘞，看这手相，有用的没见过过来坐手，严哥，来，孙哥抽一个，给孙哥抽一个，37，离你七号，离我你选吧，你想坐哪个？37。你确定啊？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土坑，啊，现在都流行模仿这个自然水域啊。由于北方的资源欠缺，所以说把这些地方，开成黑坑了啊。但是是属于半野钓、半黑坑，里面有小鱼儿，啊，还有黑鱼、鲫鱼，什么东西都有。所以说这种坑比较受欢迎，票价还低啊。今天是收100，啊，人都快满了。这野坑，这是够野的了吧？这是个啥龟呀？这不会预示着我们今天要打龟吧？咱们今天用4米5的掀开杆，后边准备了一根这个 AK 护护杆啊，5米4的，看到后期或者是有人抢鱼过来抢鱼的时候，咱们就换成长杆了。目前先用4米5的钓的，摩拳擦掌啊，就等着。开始吹哨了啊！开始了啊！接口没着底了吧？来了，第一条啊！哇靠！咦！别慌，钩小了是咋的？切了，切了2号子线怼上。这个地方水比较浅啊，因为跑一条鱼可能会惊着窝子，普遍水不深。好一个，我啥意思？又切了？脱了。好嘞。开张鱼，底下有东西了，没准那个大乌龟嘞。底下不吃，全是人。啊，跑了几个在门口了。刘凯那儿也没口。嗯，刘凯那儿也没口。啊，这个屁股很重要。对，换人如换刀。这哪有5斤的鱼？看，还是得换人，换人好使啊！没错吧？哎呦我操，那个人咋今天老跑鱼？切了，今儿这么多状况了。毛的，吃的。我靠，这还挺大哈！啊，领的时候不用着急，你现在那个手不用着急拿抄网了。
这个鱼就是有劲儿。就是你带泡泡球了不？就是带着的，你开点试试。我刚刚说不行，换泡泡球的。啊啊，对。没带量杯，但是开支的时候尽量使用量杯啊，精准一点。0.6的水就够了。行，然后都打湿了，静置。一般得静置15分钟。大线没了，大线断了。今天这个鱼坐这个位置比较难钓啊，也可能是窝子里边趴着乌龟了。钓手连杆，反正就是口少，好不容易有几口还跑鱼。这是静置完了啊，静置完打一下啊，只需要把这空气排掉。还就得慢节奏的打是吧？泡泡球，泡泡球，嗯，直接3目炖去了，快成遛鱼的这种钓法了。这就得慢慢求啊，进攻型打法不中啊。没食了吧？换杆吧。这个鱼难钓啊，这个家伙他老在水面上待着，在窝子里边转悠，这可不是个好事啊。这是个鳄龟，好像是啊，看是不是个鳄龟。这是啥时候把这龟钓上来了，可能好点。嗯，龟一直在转圈不？啊。我看这个像，前面给了一口。别着急领，别着急领。缓一缓，歇歇力。不大。不大就有劲儿，把个没看那边，我家伙日，看不大就有劲儿。这个乌龟是跟我较上劲了啊！这家伙不打龟都不当家。来口，好吃，来了。我这口点的真好啊！我这个大。看不清漂，这家伙鱼送漂了。挂了。有一个，接了，没看这。要你个主人。能吃啊，大姐。是不是也是连的呀？我这么白呀、啊，鲤鱼。刚才就接了，我没看着。苗子，下去了啊！拔回来了，拔回来了，拔回来了！来了，谁掰了半条？那再掰半条没吃。收鱼了啊！又回到坑里了。多少斤？八十斤。八十斤。
兄弟们不早了，咱们也该钓鱼收了。前期四米五啊，故障太多啊，事情也多。这边鱼情还是好啊，我们这儿一直趴个大王八、大乌龟啊，钓着肯定受影响。后期换成这个五米四了，绵绵不断啊，就是一直在上，上来还比早先四米五还要好。这个坑还能玩啊，感觉还行。咱们一会儿钓鱼，钓鱼看看钓多少鱼，咱们就撤了。还行啊，感觉比想象中好一点。46，够本了，够本了，这么多人呢。46斤，3412，够了，肯定够了，上岸了。没取鱼了？没有，一有抽手就直接取了。这还弄我，这就这个还弄我，这十斤呢。几斤？十斤。36，三十六斤，三十六，上岸，上岸，将上岸。